长期喝这样的水，不仅不能补充钙、锌等微量素，体内有了矿物质，反而会被纯净水吸收排出体外。而要注意的是，桶封密的纯净水一旦解封，与空气接触24小时后就开始滋生细菌，因此把一桶纯净水喝上几周的做法是不可取的。